加掉，这能播吗？因为我有在用。因为我在用，对啊，那赛事买的刚刚好。有啊，收回去之后当下马上就是坏掉了。我把它弄坏了，我把它做坏。不是这个，我觉得最好真的是红包袋里面放现金。那你要分蜡烛吧，女生就爱收那种东西啊。闭着耳机，国中就闭着耳机吗？就是情人交换的礼物。哇塞，只是它有很多个，就拿这个来交换。哦，就是他不要垃圾。对对对，日历。日历吗？冷气吗？我们是交换废物，然后最好的里面最好是日历，而且是过期的那样。那没有最好，那没有最好。欸、电便当哎、欸，口红算吗？专柜的 Nike 拖鞋、啊，男生都没什么在玩的。啊，那你那次是跟男生玩吗？就大家一起玩的哦，后背包吧，那就还不错，对、啊，还不错，就差不多两三千块这样子。那你收过最雷的是什么东西？农民历啊，日历啊，你们有收过什么东西吗？更可怕是吗？是去年的，他也是收到去年，他来我家拿，他过期的日历，他没有最好电便当哎、欸。啊，我觉得他日子好像过得蛮苦的、欸。马克杯真的是直接摔烂，好烂马克杯，我是水晶球，当我是国小啊。那你收过最雷的？丁字裤很难穿，很难。我跟你说，走在路上你要一直这样，因为真的很感觉、欸、他有穿，我现在就有。你今天穿吗？没有啦，真的很感觉，那味道真的感觉超不好。味道，味道，自己癖好直接说出来了。因为我们明明就是很努力工作，你看这形象很坏掉，我们三个这边很那个肤浅呢，直接走了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模特，我是彩妆师。做网络，他是哈哈台的。哪是啊？你是哈哈台的？吓到，吓到，不能用，然后不能用新闻的。就是做网络行销，没有在不是那个方案。汤勺跟春联，去买汤勺，把它拆开来，然后用春联包着。好心耶！看到一堆糖果饼干，当下会跟对方表示你不喜欢，但不会啊，就是会假装很开心。废物的有换过那种灭火器之类的，要去哪里设来的？马桶盖吧，啊，这个没什么用、啊。成人纸尿裤吧，拿到别人拿到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之前送他一个风筝，风筝根本放不起来，啊、我拿去乡下放，坏掉。今年有想好要买什么吗？好好，如果买包包会不会很累、啊？鞋子吧，无印良品鞋子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如果要玩的话，我应该会送保温瓶吧。你对保温瓶好像不是送给我的，一定不是你，不想收是不是？不太需要。如果女生收到会觉得很温暖啊？不会哦。为什么要送给女生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活动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波波袋，利用我们自己的纸胶带，想要跟你们现在交换礼物，你们身上随便任何一个东西跟我们交换，我们要看我们今天能换到什么东西。一个糖果吗？好，这是什么喜糖吗？对，是喜糖。他哥刚结婚。对。哦，结婚的喜糖。對對對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想到都可以。可以吗？那可以用发卷烫吗？好 ，OK， 可以。而且这包还是新的。哦，这好像蛮厉害的哎，是他给你送，你送他的，但是就这样被他送给我了。哦。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是我们自己的纸胶带，波波袋利的纸胶带。这眉头的部分，我包包很小，我们要交换是不是？要给你对，随便任何。那我给你这个，拿出来都可以。保平安，保平安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等一下，这是我常去算命的那个地方。我跟你说，可准的呢，很准，这可以试一下。我们朋友同那个前辈头，那个这个算命人就是跟我说，哎，是一个叫做 Alice 的人偷的。就怎样指名道姓哦，就是他偷的。哈，太夸张了吧！真的太准了，准到就是会觉得我好害怕哦。这个发圈，还有卫生纸，还有一个听说很准的这个算命的，留言跟我们说要去哪一家算命，就跟你们交换礼物。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快点，你是不是想拿保险套跟我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这回事。我身上没有那种东西，有过。你刚刚那个，哎、欸，你们身上为什么没有？帮我带一下。没有，好了，我找一下。可以吗？口罩可以，都可以。没办法，我真的是看没有东西啊。你不要了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对，那这个就给你。还有一个护垫，还不错哦，还蛮香的，就是有它包包的味道，淡淡的。包包是那个背的那个包包，不要大家不要歪楼。
打火机吗？可以啊，拿发票好了。可以。哇、哦，这个这一餐买2380的发票。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白色恋人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随身携带白色恋人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这个。随时就放一点零食在包包。然后女生如果说好饿哦，当然就说，哎、欸，那你可以先吃这个这样。那等一下我再找你吃。秘诀。秘诀吗？啊，有用吗？我说要饿，你会给他吗？这是我从我们学校的那个雪餐拿的。什么学校的？我们，但是好像不能被他们知道。打个码。打个码，我也没有要帮你打码。被他干来的，然后就这样给我，超莫名其妙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屌爆了。哇！尼泊尔币。尼泊尔币跟我换好了。尼泊尔币，快出来给你。谢谢。你得到50块换这个。我们的照片要不要？好，可以。好，是过期的高铁票啊！过期的高铁票，是黄文慧的鸡鸡图。我朋友之前画了鸡鸡送我，是画谁的？不知道，他前男友的吧？啊，我有一个，打火机可以吗？我的是桃园酒店的防风的，我们现在现场测试看看。哇，哎，所以你们平常就是穿着都是这样子，蛮 fashion 的。可以，你们小走秀一下，因为你们三个这样走在路上是特别显眼。不要这种要求，从哪边走到哪边。